料理浓雾，其实料理先系气肉。你睇下呢个肉咧，牛味好香好浓啊！正唔正？好靓啊！只声系真系金黄色嘅，好开心啊！对牛所认识咧，完全已经去咗第二个 level 啦。之前嘅浓雾都系在心中。你今天看到肉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感触？你不要提这个都。料理浓雾系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